这个男孩一遍遍回想模仿着这样的场景，音乐、礼器、服饰、动作，袅袅的香火，肃穆的神情，这一切都让他痴迷，成了他最喜爱的游戏。父亲去世后，他随母亲从偏僻的乡下来到鲁国国都曲阜。这个男孩后来成为中华民族的圣哲孔子。孔子去世后，人们在他居住的地方建起了孔庙，在他长眠的地方筑起了孔林，将他嫡孙后代居住的地方称为孔府。2500年过去，孔庙、孔林、孔府承载了孔子怎样的梦想？孔子和他的梦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的符号和根脉，何以生成延续，何以贯通春秋？小学的时候，老师就讲过很多关于孔子的，就是没有去过曲阜，第一次去，非常激动，是在我内心中比较敬佩的一个古人。去年也是参加这次大典，所以才有幸去了曲阜的三孔。子曰：“贤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啊，同学们好。我们现在来到了孔子故宅，孔子在3岁的时候搬到了这个位置，在孔子去世的时候，这里呢只剩下了3间茅草屋。这个地方是曲阜孔庙现存于世最为古老的部分。孔子在很小的时候啊，就已经成为母亲的好帮手。这口井呢，相传就是孔子啊为他的母亲帮忙挑井水的地方。在孔子3岁的时候呢，他的父亲就去世了，17岁的时候母亲也去世了，孔子是一个苦孩子。但是呢，孔夫子不怨天不尤人，也是这种苦难给予他力量，给予他成长的无限的可能。满了吗？满了，满了，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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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4年，曲阜孔庙、孔林、孔府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符合世界文化遗产的第1、4、6、3项标准。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认为，曲阜的这组纪念性建筑物，由于中国历代封建帝王的支持，因而具有杰出的艺术价值。最好的艺术家和工匠参与了这组建筑物的设计和重建，代表了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中国物质文明的进步在建筑方面的体现。2000多年来，孔子对东方的哲学和政治，以及18和19世纪西方巨大的影响，成为现代思想和政治演进的重要因素之一。曲阜就是蜿蜒起伏的土丘的意思。早在5、6千年前，华夏、东夷两族的祖先
就在这片得天独厚的土地上繁衍生息。炎帝迁都于此，黄帝降生于此，少昊建都于此，周公分封于此。西周初年，周公治礼作乐；春秋末年，礼坏乐崩，天下大乱。孔子勇敢地站了出来，试图恢复社会秩序，实现礼乐梦想。为了实现梦想，孔子远赴当时周王室的都城洛阳，向老子问礼，向长虹学乐。他坚定地相信，恢复以礼乐为主干的社会秩序，是实现天下大同的基础。但是在春秋末期，他只能四处碰壁。当时学在王冠，孔子于是决定创办私学，打破贵族对教育的垄断，有教无类，给所有自愿学习者提供接受教育的机会。他要把自己的所学、所思、所悟传播出去，将历代文化典籍整理好，传承下去。孔子发现，礼乐秩序要从培养君子人格做起，而君子最根本的特质就是把追求和实践仁义作为最高和最终的人生目标。孔子就是要把人培养成有爱心、爱学习、求上进、能担当、敢引领的这样的君子，把人从个体到社会到国家这样一种培养和教育。《论语》中就记载了孔子师徒之间共同来谈论这个人生和社会理想的那么一个讨论课。哎，同学们，何不谈谈各自的理想呢？不要因为我比你们年长一点就不敢讲了。你们平时总说没有人了解我呀，假如有人想了解你们，你们打算怎么做呢？我想去治理一个大国，我能治理好一个小国。我喜欢做国家礼仪工作。暮春者，春服既成，观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与无衣，风无雨，勇而归。这就是后人盛赞的曾点气象。曾点君子人格的魅力与大同理想的视野超越了同门诸位，所以得到孔子的极力赞叹，无语点也。相传这棵挺拔高大的桂树是孔子当年所栽之树的子孙，栉风沐雨，这棵桂树和满院的柏树一起，为这片礼乐文明的发祥地繁茂出盛大的浓荫，庇佑着中华民族的绵延文脉。炎黄儿女的精气神与这里的汉柏、唐槐、宋杏一同蓊郁成长。道家的大师庄子说，孔子游乎兹围之林，修作乎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古琴。茂林、杏花、读书、弦歌、礼乐相和，这就是孔子倡导的快乐学习与情境教学吧。
其弟子的开阔胸襟与高尚道德都是这样化育出来的。北宋年间，孔子第四十五代孙孔道辅在这里筑起专坛，环植杏树，名曰杏坛，以纪念孔子所开讲学传道之风尚。金代又在坛上建起亭子。杏坛北望就是大成殿了。孔子之位即大成，即大成也者，今生而欲振也。孟子用集大成三字赞誉孔子思想，如同演奏大成乐章，以洪亮的金钟发声，以清远的玉磬收韵，集重音之美而收和谐悦耳之效。大成殿为孔庙主殿，始建于宋天禧二年公元1018年，现存正殿为清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竣工，并历经多次修葺整改而形成的。大成殿重檐九脊，黄瓦歇山顶，装饰金龙和玺彩画。作为历代祭孔大典的中心场所，大成殿象征着孔子人生境界的宽度、深度与高度，呈现着中华文化伟岸雄浑的万千气象。大成殿前沿这十根高浮雕盘龙柱，为清雍正年间雕镌，云龙凸起约8至10厘米，每根柱子双龙对飞戏珠，看去如万千条游龙在腾空，在长吟，其一鳞一爪，一跃一舞，都闪动着无数能工巧匠的灵心妙思和潜怀敬意。七为什么这么重要？离和乐就像空气和水，犹如不薄殊殊，民间之用不可占缺。就每个时代都需要它一定的那个礼仪，通过这个礼仪呢来实现它的社会功能。今天呢，我们这个礼仪的建设也是要发挥它凝聚力的这种功能。很多的这个价值啊，包括这个民族的情感啊，它需要通过一定的形式来凝聚它。我感到孔老夫子越来越亲切，很荣耀也很神圣，觉得自己挺充实的。
期与万方同归文明之志。这座碑亭呢，是距离大成殿最近的一座碑亭。清代的康熙皇帝，他要做一通最大的石碑来彰显他远超前人的文治武功。那么这通石碑啊，重约65吨，他先是用了2个多月的时间，从北京沿京杭运河运到了济宁，之后又用了350头牛，经过15个昼夜，最终运到曲阜。康熙25年，公元1686年春天，这通由康熙亲自选定石料、定好规制的碑刻终于矗立起来。他向天下昭告：“仲尼之道，依天道也。”环绕着同文门的这组明代碑亭碑刻，与13碑亭遥相呼应，组成一部此起彼伏、韵脉悠长的文化大合唱。明宪宗成化碑记载：“孔子之道，之在天下，如布帛书素，民生日用，不可暂缺。”2000多年来，中国人吸纳孔子之道，并把它融化在血液之中，渗透进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儒学已成为中华民族的重要文化基因。百世而上，以圣为圭；百世而下，以圣为师。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真正具有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崇高地位。孔庙啊，是中华民族信仰和价值观的载体。那么我们从历代帝王树立的这些孔庙碑文中啊，就可以发现，他们呢将儒家思想与王朝命运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孔庙碑林规模宏大，保存了历代碑刻1172通，其中西汉碑刻6通，东汉碑刻18通。是中国保存汉碑最多的地方。孔子晚年专心整理诗、书、礼、乐、易、春秋等6部经典，从而构建了中国文化的基础和中国人的基本价值观。孔子去世260年后，儒学史上遭受了一场浩劫——秦始皇焚书。为避秦火，孔子9世孙孔父将《尚书》《礼记》《论语》等典籍藏在自家老宅墙壁的夹层之中。大约过了60年，汉景帝的儿子鲁公王刘虞在扩建宫室、拆除孔子故宅时，发现了墙壁内孔父所藏孔子所传之书。孔子是中华5000年文明的摆渡人，鲁壁是守护中华文明的不倒之壁。回民阁全部是榫卯结构。康熙7年鲁南大地震，房屋10有8/9都倒塌了，回民阁却完好无损。为了更好保存传承文化典籍，北宋天禧年间，这里建起了藏书楼。金章宗明昌年间重修此楼，更名为魁文。
1987年5月1日，奎文阁的修复比原定工期提前一年完成。80年代洛家大修的时候，他们基本上是按照梁层的，在1934年吧，曲阜孔庙的那个修缮那个报告，他这个原则把握得很好，不改变文物原貌，而是让它带病延年，局部用一些现在的技术把它加固，最小干预，拯救如旧。经过精心整修，奎文阁这座古老的文化瑰宝又生机勃勃屹立在世人眼前，成为大成殿前一道美丽而坚毅的屏风。理序乾坤，乐和天地。理是追求秩序，乐是创造和谐，理乐相辅相成，天地乾坤就会呈现一派同生共乐的和美景象。论语有云啊，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我们都能看到现场的每一位乐舞生的表演，都能够精准地表达这种爱与敬、正心诚意的这种情感。从排练呀，到参加祭祀的全过程中，这些年轻人的身心，我相信都在迅速地成长。整个仪式，很好地呈现了儒家思想对秩序和和谐的一种完美的追求。中华民族是一个善于擘画梦想并勇于追赶梦想的民族，正因为有着共同的文化追求，才能历经数千年的挫折与磨砺而终不忘荣耀与期望。最早的追梦者虽然已经逝去，在他身后却阔步而来无数礼乐大同之梦的追寻更续者。有梦就会有魂牵梦绕的美好新时代的到来。